不可能，这多大姐，哎，我来了，来了，小梁，车里那鱼还有吗？有，给我来一套。好看，这里有的是。也六个，行不行？用不了那么多。几个？四个。炒两个就行，炒两个大的。小的这都小。小的小。小的两个，四个吧。先给羊毛被把皮扒了啊，然后划开，小刀均匀的划开。哎，这个东西。剁一下。对啊。坏了。咔咔，铿锵有力，给羊宝贝改改花刀，切的多均匀。昨天直播问问问，谢谢我。这个功能太多了，我没研究过，知道吗？好，行，挺好。喂喂喂，喂喂喂，你看啥？哎呀，放入羊宝贝儿，先焯焯水，加大火。我单皮脑袋。哈哈。这个圆。后来我找到这里了。就这俩了，我这火炉都放。那我管你有没有考虑的吗？哈哈长的我长给你拍的。那串上它，那就滋润了。那是你的事儿，我不管。你这饿的有劲。我面孔。炒菜的吧。我的徒弟那炒不下来了，是你。不下来了，不好意思吧。今天早起来两点半把黑起来。徒弟回石龙江去了吧？我试的时候跟我唱辣婆，不好意思。辣椒你不甜，你怎么个这个？我天。老刘，先配菜还是配汤？可以的。结硬那就不做花生油了。擦过腿的羊毛背啊，捞出来，备用。我看辣面和辣面哥昨天晚上直播加锅的，也是大个儿。看了直播了。直播不叫我的。我。嗯。我没有，昨天我没叫，直播有，后天不直播。起锅浇油。倒入纯花生油，你看，哎呀，漂亮！哎呦，我们的花椒呀，这个花椒在哪儿？加入干辣椒，加入干花椒，加入花椒，加入花椒，爆香！倒入羊宝贝，放点那个羊肉的那个高汤调味。66，咋的？能不能起火？炒起火，炒不起火没感觉。起不了，我看起不了，没有。我得看这个院子的功能，对了啊。
天些冷。哎呦，牛有想起我给你等。你我在路上还讲来这找个鱼吃。行吧。行。这鱼还加肉配料。加肉配菜。姐今天咋弄的？我一看到你，我这个嘴老是秃噜皮。话都说不利索了。必须你是来先尝，你不吃我都不吃。怎么样？很腻花了。哎呀！好，出锅，这边。我的羊宝贝出锅喽！哎，下一个 ，Hello。装不下，咱用勺子倒一倒。嗯，这倒是，我这个那个，不得弄个吧。漂亮。接着再来几碗羊肉汤。行。杨远，你有那个手串的吗？有吗？杨姐，你等会儿老吴来了。下面给你补刀。烟雾弥漫，给汤姐一种朦胧的美感。哪边是吧？嗯，山东女人，勤劳、善良、顾家，还有美丽大方。主要是长得美丽大方，就像楚水芙蓉一样那么好看。他楚水芙蓉，发出一种花，发的跟花一样了。这个味儿，被师傅夸了。这杨汤姐她也很自信，你再一夸更自信。来，学，学了。对，又不是小姑娘了，先给我也买了，我也买了，七八了。不行了，我看你直播的发型太破了。好看吗？好看、啊。我跳舞跳得更好看。我做的是昨天晚上是老早睡觉了，我没老子看。下次有机会啊。你给我去早倒闭了，姐，他那个倒闭几年了？不知道，后半生。你看我这个徒弟吧，漂亮，快点，我坚持不了多久。哥们啊，我好久都没吃到这玩意儿了，枪林弹雨。这羊宝贝啊，这羊宝贝还是那么的嫩滑，还是那么的好吃，还是那熟悉的味道。再来个那个啥玩意儿，再来个枪。有点滑啊，嘎嘣脆，非常的劲道啊。再来一口羊汤，你看汤姐的羊汤从来都不会让人失望。你看这
肉片切的，肥瘦相间。先喝口汤啊，不错。再来点那个辣椒面啊，大胡辣椒，再整点小醋。嗯，我给那个啥呀？你们懂的。来点汤，来点羊肉啊，尝一块羊肉。嗯，美，美得很，美得很。